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收看我们的《盛光的国外数据游戏介绍》。忘记讲麦块尔，麦块尔国外数据游戏介绍。好的，今天要玩的是 Hyperlands New York 数据。好的，请各位在进入数据之前，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把点击数据按编辑，然后看到这 IP 没有，很帅气。我在有那个影片下方的贴。再来就是伺服器材质包部分，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要一起用，然后就进入伺服器 ，OK 的。啊，进入之后自动拆，按就材质包，好，先闪。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功能。这个地方是大厅，要进入各个伺服器，要做什么事情，买什么东西，就在这边进行。看笑了，没有在这边进行的。好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角色问题，就是你点击的人头像会有这几个。反正第一个是你的任务，懂吗？也算是成就之一，也就是你杀多少人，做到事情，然后就会拿到这些东西。啊哈，啊哈，啊哈，他会拿到游戏的专属，好像是成就吧，忘记了。好，不重要，反正跟你们讲功能就好了。然后再来是任务，这个是任务，就是你接完任务之后，这边会出现任务的选单，就是代表你哪一边还没完成，还没做什么之类的。好，上页。再来就是这个部分，这个是 costing， 跟大家解释一下 costing 就是游戏的钱，游戏的钱啊，真的是游戏的钱，不要骗我，别不会骗你啦，对方骗你吗？不会吧，真的是。然后 costing 的话可以在各个游戏中通用，没有，开玩笑，不能通用。costing 是每个游戏都有自己的 costing， 然后像是综合小游戏，跟大家讲一下，综合小游戏好像是这个拿到所有的 costing 就会有那个，就会可以使用在其他游戏上，像是这个 Survivor Game，Survivor Game 的话，它会有那个 costing 可以。就是你在这边拿到1000 costing 嘛，你可以转换成这边 survival game costing， 然后去拿去升级其他东西。然后小游戏本身就是有 costing 可以去升级它原本东西，还可以买一些无微博的，但是用处不大，所以说基本上是转到其他的小游戏 costing。然后再来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没有权利启用。然后这个是你的记录。就是你在这边杀多少人，做什么多少事情，赢了几场，都在这边做记录。然后再来是你人头像，你的人头像有等级，懂吗？如果你要升 RK 的话，请去官方网站，因为有目前。好，然后再来就是其他部分，其他部分没有什么。然后这边是做调整部分。那个这件调整部分大家应该都看得懂，说真的啦。好的，然后再来介绍一下箱子部分。箱子部分就可以买一些微博的东西，真的是买一些微博的东西，像宠物，按错了，抱歉。宠物还有效果吧，好像效果。然后是你的头、帽子、鞋子，然后有些东西我还没去研究，所以说不太清楚。对，还有 Enderman 可以变成那些。哦，这粒子效果，不要问我怎么知道了。好了，然后就我非常快速的带过，其实是因为我在要介绍一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游戏啊，就是这个 Cops and Police。好了，反正警察与小偷啦，对，警察与抢匪啊，就是枪战类型的 CS 枪战。啊，看到 CS 什么？看到下面注解 Gun Game。好，然后再讲一个。对你们来讲比较有帮助的，你们玩这小游戏会有帮助，有东西就是我看到他这边有 costing 乘以 3.0， 就是他的 costing 是三倍，懂吗？玩这小游戏是 costing 三倍，然后好像有时间限制吧。好，不重要，那先换伺服器。哦，然后看到这边就是有两种图示嘛，一个是警察，一个小偷。讲那么没有屁用，然后因为说真的，玩这游戏就是。开枪！入袋！干嘛？好，然后再跟大家介绍，这是任务 NPC。如果有任务的话，他跟你讲；如果没有有任务的话，他可以打开试装。如果没有任务，变这样子。I'm not ready yet. Come back later. 就是我现在没有任务可以给你，之后再回来。
然后这边还有个箱子，等级六之后就可以打开了。哇，可以打开，这没东西。然后再跟他讲解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可以获得经验值的东西，像是你要投票就可以拿到经验值跟小游戏 cosing，或者拿一些经验值，它有些东西可以拿。好吗？那这样子，好不重要。然后先回到哦，经济过小游戏，它的其实我漏掉一个地方是这边有 shopping 可以给你使用。就是我出去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让我玩一场嘛，奇怪了啊。然后之后他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按背包不会有东西，一定要用这个虾米去买，买它干嘛？真的是哦。OK，我们现在是反恐小组嘛，是警察。然后玩这游戏最好是跟着队友走，队友一定比你熟悉这分 game 的玩法。哦，这样地图是 D2 吧？好，那打枪战的时候就比较多残血。我这一颗星 ，Help！ 残血杀 ，Bitch！ 30 seconds left。Yeah！Come on，Bitch！I have two kill, motherfucker. None. One enemy left. 真的是一群白痴啊！天啊！哎。2700好了，All right, let's move out. No! My shotgun killed everyone. I need a shotgun killed everyone. Motherfucker, you motherfucker. Reloading. I'm reloading. I'm reloading. Cover me.要干嘛？早知道就选好枪了。这队友真是好。The enemy has dropped the bomb. One enemy left. Criminals win. 请不要拿刀，拜托。你可以拿小枪，可以拿大枪，就是不要拿刀。我求你们。然后听不到我们讲话了。唉 ，Go Go Go！ 这些队友怎么那么脑残呢、啊？而且玩一玩就会跳掉，有的是看情况不对就会跳掉了。老队友，五。Kill everyone, motherfucker! Reloaded. Shit.
有人在呼叫我吗？OK。Reloading. Reloading. All right, let's move out.、对，都死掉之后再说吧。Fuck you, everyone. No. People going in. I won't kill everyone.我们人在哪里？妈 ，baby， 来给。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Re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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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econds left. 哪里啊？开啊！我不会解啊，靠背。Oh God！ 好像是把红色线全部剪掉一样子。好啦，应该是把红色线球剪掉啊，应该吧，应该吧，我不知道、Yeah, come on, baby. Like it? You don't like it? Yeah, you don't like it. You don't like it? Oh yeah, come on. Loading, lock and load.火力压制 ，Come on!Motherfucker! I got! 虽然不太搞的。I'm reloading, cover me! 冲锋枪超好用的，妈的！你看，我 KDA， 再看看我，再看看队友。Go, yeah, fucking noob！ 啊，不是啊，冲啊！Hello everyone.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Thirty seconds left. Reloading.
Yeah. Criminals win. Yeah. Fuck you. 答案什么？烟雾弹、闪光弹、燃烧弹。OK。开闪光弹。Let's go。Yeah， 赢了。好，赢了就变这样子了。哇，赢了就变这样子了。然后这是你的经验值，这是你 level 经验值跟你的钱啊，这是钱。讲简单也是钱啊。Yeah, cosing， 你在这游戏 cosing。OK， 对 ，got it。好，然后之后这个星星满了之后，你可以拿到一个帅气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到时候再跟大家讲。好，然后之后回到。介绍啦，那 shopping 这部分的话，枪支那些都有它的 skin， 跟很重要一点哦，听好了哦，听好了哦，技能 skin 的话要那个 cosing 加上你的 MVP 或是 VIP。滚。无线电的话，刚其实你看游戏中有看到无线电对不对？那个要 VIP 才能买，各位请看 ，fuck VIP， 还有刀一样，刀一样也是要，然后它有技能啊。好，不重要。然后防具那些有帅气的防具，他就在烦，我没办法买，因为他这些要那个，哎，啊，基本上也这些东西都是要 VIP 跟 VP， 因为不太重要啦。还有喷漆，还有喷漆。OK，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技能，还有一些特殊用的东西，还有外观，这就是这个武器有点算是缺点了。它不像 My Friend 一样，可以基本上都可以解锁。可是它技能部分占很大重点，因为他们几乎每个小游戏都有技能之类的可以用。就像矮人大战僵尸，对，差不多啦。因为它有这些技能可以升级，可以使用。就是说，我觉得这游戏算这小游戏算很不错啦。然后还有一些加成部分做的也很好。可是知名度还是没有 My Friend 高。你为什么呢？因为 My Friend 主要是简单有趣。啊 ，High Plains 是有点复杂类型的，要算是复杂的。好的，那就这样子啊，我介绍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